是我们的，对，是我们的。我们要在限时多少秒来着？你们要在限时90秒之内，在这些东西中找到6样假的食物，一共有10样哦。6种，一共有10种，可是我现在一个都看不清，怎么办？没戴眼镜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也没戴眼镜。来吧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蓝色碗里面的是假的，苹果是假的，柠檬是假的，树叶是假的，不，菜叶是假的，是那绿的吗？你有彩线吗？粉条是假的。我把着你，你往前看。鸡蛋有一个是假的，猕猴桃有一个是假的，碗是塑料的，不是吃的，盘子也是塑料的。对，不能吃。碗不是。香蕉外那个苹果外面那层那个碗，它是假的。那个派是那个派是。皮儿了，那是个皮儿，好像被撕开了吧？哎，不是彩线。哎，天，黄色那个碗，不是你啊？那是什么？那个碗，黄色的那个碗，我看不见。黄色的那个碗，黄色的那个碗，那个碗里面装的。我看到是个黑不溜秋的东西。这上还有个蛋，蛋装的什么？为什么要让两个瞎子来参加游戏？6个了吧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还有10秒，我们再接着说，还有什么是假？那个橘子前面那个绿色盘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三，我无能。那里面肯定也有假的。停。那你们说一下，一共6样假的。那你们说，谁一举例吧？涛涛快说。一，苹果。第二个呢？对了吗？第二个，答对了。蓝色盘子里面的那个假糖葫芦。3，蓝色盘子里面的假糖葫芦旁边的小圆，不知道什么，像是香肠，假的。对。4，鸡蛋有一个是假的。错误。两个都是假的。那我们等还有呢？还有吗？可以说一下。你说一下，你别让我全说呀。你没有一个看清的吗？那个树叶，不，那个菜叶是假的。五，绿色的菜叶是假的。那个菜叶，哪个？绿色的那个。错误。第六个。6，粉条是假的。错误。恭喜你们获得了3次。我可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打你了3次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可以再猜2个，你们就猜一下吧。我们可以往前一步吗？不可以。给我一次机会是吗？对，再给你。这样，我的脚在这里，我的身子在外面行吗？你可以，如果说你要可以飞过来的话也行。啊、快来，涛涛，快来！我什么也看不见哎！你看到了吗？拍是真的。啊，那个绿色盘子里面的白色的那个是假的。不对。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这个绿色菜叶。别油酸乳。我们选一个。那个绝对是真的。你们选一个。选一个是吧？绿色的菜叶的。我们选下边的橙的假。回答正确。耶！我们答对了5个。那你回答了对的4个，那我们看看下一组的吧。好，到我们了，我们来分辨真假食物吧。我们准备好了。计时开始。苹果，哎，两个鸡蛋，有一个鸡蛋是假的，左边那个鸡蛋是假的，左边那个猕猴桃是假的。彩线吗？仔细看哦。我学得好。等一下，我在这儿我看不到它的好溜，下面那个，静姐，给我一个俯称。好像是这样。这样，我给你举起来。那个蘑菇，那个白色的蘑菇是30秒。那个肉上面不是生菜上面的那个肉，是假的。我们一会儿一起统计啊，你们现在要仔细看，都滚回去。那个生菜是假的。啊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那个生菜是假的。那个蘑菇是假的。那个橘
橘子是假的。你确定？柠檬旁边的橘子不是？不是，它好像是我桌子上的那个橘子的。不，那是假的。啊，你确定吗？一个猕猴。对对，左边那猕猴桃是假的。猕猴桃是假的。胡萝卜是真的吗？胡萝卜是真的吧？是。我觉得好六有派里面有一个好六有派是假的。到底怎么能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吧。香肠不是假的，便香肠它是切的。面包片儿，啊，还把你了。四、三、还没猜到六。二、一，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统计一下，你们一定要想好啊。嗯。那我们第一样的假食物是。我们说吧。嗯。你说的是苹果。好，回答正确。一个假鸡蛋，回答错误。不是有一个鸡蛋是假的吗？啊，一个是煮的，一个是未煮的。哦，这两个都是生鸡蛋啊，就是颜色不一样啊。孙导擦的那另一个，孙导擦的挺亮的，拿油那个抹的吧，啊，盘的，拿手的。第三个呢？猕猴桃啊，猕猴桃。哪个猕猴桃是？左边啊，不右，左边。你们的左边还是你们的？我们的这边呢？你们的左边是吧？啊，嗯，好，回答错误。哇，这一边儿，这一边儿，蘑菇。回答错误。蘑菇是假，真的。那个生菜。哪个生菜？后边的。不是，那个生菜是真的。土豆。真的，真的。三。假的。真的。我妈教我的，你要看不清什么，你就这样。假的。我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们确定了吗？确定。回答正确。啊！还有这边的面包片。嗯，回答正确。还有三个了。我们的肉。哎，我们还说什么？橘子。现在呢？你们刚刚不是说了已经说了六样了吗？现在呢？我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再可以再说两个。那个面包片呀。那个面包片对。说过了。橘子啊。哪个？你确定是橘子吗？啊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哦，我不确定。我觉得那个柠檬是三假，确定？一橘子假的，确定？回答错误。啊！还有一次机会啊！啊！魏导，我看一下这个好利友派是有两个对吗？一个好利友派是一个假的，脚不出那个线就可以。哎哎，真的真的什么？我钱，我脚的，我去看。脚去了吗？你整我，来，你整我，我比你长得长。葫芦好像快是真的，又是假的。快快来！啊啊！哎呀！你别把我好汗弄得好重啊！真的假的？那个宽粉儿啊，不是宽粉儿。你们剩最后一次机会了呀！我想，哎，有一个好利友派，糖葫芦是假的啊？不是，糖葫芦是他们自己刷的酱，但是为什么刷的是红的呢？我们有色素。啊，真高级啊！新魔力玩笑真高级。决定了吗？辣椒。好，我们决定了。啥呀？糖葫芦。答对了。现在呢，你们可以上前看一下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，一共十样是假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葡萄糖是假啊，幸亏没事。太棒了。
好吧，那我们换个下一轮。我们关注个重点吗？啊，你说。天津和淘淘赢了。天津和淘淘回答了正确的四个。我们赢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看一下下一轮吧。好，这轮游戏呢，我们是要找不同。对，找不同一共有5种。我们分为两组，首先呢，谁先开始呢？你们首先来吧。我们先来，我们先来。然后我们确认现场。好，我们两个要开始布置现场啦。对，小点声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。时间呢？现在是20秒，来计时开始。快，你去看豆子，你去看豆子。豆子好像没什么可看的。红领巾，小围巾。还有10秒钟。红领巾，小围巾。豆子姐姐在哪？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，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哎，我还没有看够。你骗到我了。好，现在呢，你们可以换位置啦。淘淘，天天，现在你们一共有30秒的时间，来，计时开始。啊，这个变了，这个刚才是在这个腿上，现在变成这个腿了。第一个不同，这个篮球也变了，篮球变位置了，这是在这里的。对，嗯，笔的位置动了，笔的位置动了。哎，刚才这个没舌头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哎，刚才你拍的那个东西，刚才好像是这样，刚才好像是这样，现在有舌头了。然后刚才这边的腿不是这样，现在的腿是弹起来的，现在这边是这样。四个不同，腿，一，腿，停，腿，啊，心里5个不同，哎呀，你妈呀！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不同是哪，在哪里？这里，红领巾，对吗？不对。不同，篮球之前在这儿，现在在这儿。对的，这个不同，那个刚才在那个腿上，现在在这个腿上。不对，我只是把它换过来了。原来是这边是
小松鼠，现在是这边。那个腿上啊。他是算两个正确的。来，第四个。都可以起来了。比的位置啊啊。对吗？啊，对不对呢？不对。腿的位置。啊，腿我是忘，我忘了刚才怎么做的，谁做的？第五个不同。心变了。心。他们不可以翻。回答正确。啊，舌头。但是一物五样啊，你们错猜错。不是，那他说他腿不算了，他腿刚才是因为刚刚不是说那个红领巾吗？所以说你们回答对了，四样，恭喜你们。还想知道最后一样在哪吗？啊，圆圆呢？这个骰子是二，好呀，是三。啊？哈哈哈！骰子是一个，篮球是一个，然后心是一个。笔是一个，还有哪个？还有舌头是一个领巾啊！那其实我告诉你们，我之前戴的是龙，不是蛇，舌头呢？之前戴的是龙的哪？给我拿！我就说呢，我感觉有点不太对。好了，那你们回答对了四个，那我们看看他们组的吧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布置了。现在是布置，没关系的。姐姐摆好你的位置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现在呢，限时二十秒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我看自己吧。好，水枪是这么摆的。舌头啊，舌头是我搞怪用的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豆子。好，现在计时开始。他们的位置是面包车，紫的、红的、黄的。桃桃的手型变了，桃桃的眼神也变了。桃桃眼神没去，原来是脑袋给他垫的。为什么我熊变了？原来熊是屁股对着镜头。结束。
束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第一样你们猜中是哪一个？淘淘的眼神儿，不是淘淘的话卡。对，淘淘眼神。你们往里面坐一些。淘淘的手。你们往里面坐一些，来。那第二样呢？淘淘的手。对。第三样呢？娃娃的摆笑。对。第四样呢？天天的摆，还有熊。嗯。熊，熊吗？原来是这样的，天天把它们变成这样了。好，毛利小五针。第五样呢？还有最后一样。书，回答错误。啊，因为书本是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我都没有动过。我来告诉你们，第五样是什么？看我啊，它的舌头，天天解决是。说对了，所以说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咱们提示了队友？没提示，没提示。所以说，豆子姐姐和真真班长获得了胜利，我们赢了。那淘淘姐姐和天天姐姐接受惩罚吧。还有惩罚？对，开心吧！现在是到他们的惩罚了。看到这个神圣的蜡烛了吗？你知道你们俩要干嘛吗？你们要跑，首先呀，退后。坐到我这个位置，淘淘可以坐在这个位置，啊、对对对，但是天天天天上那屋，天天要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淘淘的后面，用你们的手，蜡烛是点燃的，你们可以先点上，确定我要，你们不可以啊，因为有可能你嘴里的气儿会往它，你们也不可以，感觉像用了很大劲用鼻子，对，放松的鼻涕。神圣的手指了吧？看到我愿意被你打，还记得我的惩罚吗？打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来吧，来吧，谁先开始？好，没成功啊！这是完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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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他自己又点燃上了。对，他刚才明明灭了。你现在坐哪儿啊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。你看后面的人在推我。一二三，啊！二三，啊！二三，啊！哇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这是？我们在这一轮的惩罚中成功吹灭了蜡烛，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奖励，让你们的记忆更加的层楼集中。对，记忆力不来没关系，补品来凑。这人生的不不不不不，太难了。可是我们明明赢了，我们明明胜利了呀！对呀，我们惩罚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还没有从天天里把它整灭，我刚劲儿过来，来吧。申请再点一次，我再试一次，可以再试一次，太好玩了。淘淘，让他试着淘淘喝了吧。淘淘，你试一试。淘淘，你试一边喝一边试。淘淘，一边喝一边试，有营养。试一试，也许喝上之后劲儿更大。嗯，先喝，我就不用喝了，我是大力士天，如来神掌。哎，到我了。啊啊！我要再给你们表演一下我的特技。哎，刚才他怎么灭的？看着淘淘，你们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哎，咋了？快喝，淘淘。天哪，咋打不开？我来，豆子姐姐，给我个位置，给我个位置。好喝吗？嗯。哎呀！打死了！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行吗？补脑。看，桃子姐姐，一二三，哈！来喝吧，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我没咬它，我自己来。挺好喝的，这也是我在星梦丽文剧学院里面最惨痛的一次记忆，请大家记住看好了，这个人参汤什么红什么汤，哇，来吧，喝了吧，干辣蘸口红参液，红参的作用呢是可以提高集中力，好欢迎，感觉人生达到了巅峰，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漏了漏了，来快点喝，快点喝，怎么两边都漏了呢？快点喝，快点喝，喝了就不漏了。
喝了就喝。新郎，你给我等着。哎哎哎，鼻涕也小心啊！我可以，我可以给你们搞。为什么一股罐罐的味道？我感觉那个火苗好像啊，真的是啊，火好上去，啊，火好上去吧，长。等一下，我先给他清理干净，我再来。哎，今天姐姐先把这个。快塌了！哎呀，你关注意力的。我现在已经忘了我是谁。你不是要表演一下吗？你表演一下吧，来吧。谁？你不是要表演一下吗？没有啊。鼻孔吹蜡烛。你是已经清理完了吗，豆子姐？没活了。可以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们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太开心了。那我们结束语吧。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心和力嘛，继续加油。你不是感冒了吗？来，你喝。快快快快！我自愈了。快快喝，快点！好了，我来看那个，先看那个。你快点，不用拍，快喝。怎么摸黑呀？